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是11:07，我人已经在滨江市场。没错，今天比较早出门啊、那么今天礼拜三啊，那比较早出门的结果就是滨江市场这个人山，这边过不去啊，这边人山人海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从这边慢慢的过去吧。那今天的这个目标哦，午餐跟晚餐目标一样是哈、跑20大，当然跑多一点是好事啊，因为我今天都是能够跑多一点，那我明天就可以跑少一点了，明天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哦。好，那么我现在慢慢往这个富北民权东的那个方向前进哦。先去便利超商先去买一罐水啊，这是每天这个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啊，因为现在这个水，这个帅哦。那个骑脚踏车哦，在外头跑哦，然后太阳很大，补充水分很重要哦哦，不要因为没有补充水分而这个伤到身体，那就得不偿失啦。好，那么我现在就慢慢往这个富北民权东前进。好了，刚才骑到这边哦，这个荣兴花园公园的旁边哦，就接到这个系统来一单哦。民权东那个麦当劳啊，我把它锯掉了，因为它要我送到那个滨江路上面哦，不是滨江市场哦，是那个又要过那个隧道了，又要过飞机巷了，哇，那真的是太麻烦了，而且我个人觉得不 OK 啊，所以我就把它锯单了，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今天这个麦当劳的取餐量，这样昏倒。接到这间山上仙舞洞两单哦，现在在等，因为他们还没弄好，就等一等咯，缺单量嘛，那就等没关系这样子。然后在等这个山上仙舞洞这两单的时候，又接到一单这样子，送的区域差不多蛮近的。现在还是只能等，因为山上仙舞洞还没做好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是11:02，目前我送了9趟啊，我人现在在敦化北路上面哦，这样，敦化北这个小巨蛋旁边哦，这样。好，那么我现在要慢慢的骑往民生东路哦，其实应该是那个长春路旁那个庆城街，我应该弯进去那边等一下哦，看看那边有没有单这样子。要是没单的话，我就往民生东麦当劳那边前进，好这样。好，那么我是希望在1:30之前哦，能够再接个2单吧。微小的希望，希望这个 Uber Eats 工会能够成全我。好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我改到这个民生东敦化北交叉口这边来等哦，这样看看那个麦当劳会不会有单啊。就差最后一单啦、不过昨天好像也是只跑9趟，笑死！连两天午餐都只跑9趟啊，其实也没关系啊，就这晚上再努力把它拼一拼啦，这样。哦，等一下哦，地图上已经空空了，都没有红红的哦。哦，奇奇怪怪。我先下线一下，然后再重新上线看看。哦，有红红的出现了。下线再上线，再重新出现，所以一定是刚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哦，因为我刚刚确定是上线中。这个 APP 有这个三不五时就出现状况哦，这也是挺麻烦的啦。不过也没办法、对啊。这个就人家的 APP 嘛。好，那继续等哦。反正在1:30前，现在也是3分啦。我本来想说算了，一直接不到单哦，在那个民生东敦化北等不到那个麦当劳单，我要找地方吃饭，也忘记下线。骑到这个民生东市这边来的时候，居然接到全点的，不错不错。
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松山机场旁边哈，那十趟搭乘，哦，刚刚接了单全联的，送到这边来讲，那就下线吧，哦，不用再撑了，因为已经一点半了。那我现在是要先找地方吃东西啊，因为待会两点我在这附近有点事哦，其实是要去找我婶婶拿东西啦，哦，因为我婶婶他们公司团购，然后团购的东西就有点多啊，就他就 call 我去拿啊，那就公司也在这附近啊，刚好，所以我就在这边等一下，等他就是啊这个人啊休息回公司啊，这样，那因为还有半个小时啦，所以我就先去找东西吃吧。好啦，那接下来就晚上继续啦啊，希望晚上的单也是漂漂亮亮。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档这样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是5:30哈，那我刚刚就是5点的时候我就已经到了哈，到这个民权西天祥路的麦当劳那边等哦，但是没有等到单哦，没有等到单。所以我就往金段这边走哦，果然好朋友 Subway 就给单啦啊，哦，这样子，那我要到对面监察院去。好的，那么 Subway 已经送到客户的手中了，现在我要往这个南洋街的方向走，就是那个站前那个附近哦，前面啦，就在前面哦，要到那边去等等看哦，这样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接到老朋友的单哈，这个德州美墨炸鸡，现在要去取餐。那其实是两单啦，一单德州美墨，然后后来又进一单福珍，哦，这两个都是好朋友啊。好，要去取餐了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接到一单哈，第二十单呢，我接到这个大润发中轮店哈。的这一单，那这一单呢很大哦，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单哦，然后4.2公里。那其实我是因为看到它哈，200多块钱，280多块钱，然后286还288，我有点忘记了。然后呢，我又看，反正是最后一单，就是我今天的这个目标业绩第20单。我就把它接起来了。今天这一单肥单啊，哦，觉得不错，虽然都还没有取下这一单，但是哦，就觉得有点爽。反正业绩达成了，然后这单远一点也没有关系啦啊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我在信义路上面，我要往基隆路方向前进哦，这样啊，刚刚我到的时候呢，另外一位伙伴已经取走另外一半了，这样，哇！结果今天呢，他们只拆成两份，哦，拆两份也无所谓啦，哦，这样子。啊，另外一位伙伴呢，他的那个他先拿走的东西比较杂一点，然后他留给我的就是一箱柚子，然后呢4盒鸡蛋，然后还有一袋那个卫生纸，哦，这样子，啊。所以我的话是比较属于那种完整型的，那我只要啊 ，hello， 那我就只需要就是把它放在那个大箱里面，然后用那个弹性绳绑好就好了。哦，超酷的，这一单呢就跑得蛮爽的啦，就轻轻松松跑这样。不过那个伙伴不知道他已经走了多久了，那我这边我就不能够耽搁这样子，所以我现在要就是有点像是全力往客户那边跑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刚刚我把那个大润发那单大单把它送掉之后呢，然后我在这个101这边又接到了两单哦，那这两单呢就是跑到101，一单在101，另外一单在那个101旁边的庄敬路，哦，那就去把它接起来咯。
这样今天的这个业绩就多两单，真好。哎，现在我要，要把身上这两单就把它送掉。现在是几点啊？八点啊。这单送掉差不多可以，就是打道回府啦。哦，这样。哎呀，我刚转错边，我刚应该从那边走。好了，专心专心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我已经完成了22趟哈，就午餐加晚餐。我晚餐跑12趟哈，因为我午餐是10趟，晚餐是12趟这样。那今天这样成绩我是满意啦哦，对啊，尤其是后面三单哦。后面三单的价格就加起来很高哦，300多块钱。因为大润发那一单就二八八，我刚好缺二八八。后来又在101那边收到一单130多哦，那其实是两单的夹单130多这样子，然后送到从101那边送到这个建国南和平东的这个区块哦，这样子。那我个人觉得还不错，这样跑还不错哦，那跑得很爽啦，这样子啊。那明天就关键了，明天啊，我是已经下线，我是确定要明天才跑哦。那明天关键了，明天剩下16趟，好、哦，剩下16趟，把跑完就可以拿到趟奖了。哦，太好了 ，OK 啦，那我要先去找东西吃了哦，还蛮饿的。